说咱来用起时多，爱记得说咱好朋友来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先流行，今日个流行是咱台湾岁数，咱个新旧年吼。咱农历二月二十一日，要来恭祝着咱公文公，咱北京现在上在咱圣诞春秋春天秋，万寿无疆，新旧新大好日日子吼。所以安排着一连串咱精彩编剧演出。来，当地请，万要恭祝咱北京现在上在，会当那个新贵庆宴，小人家飘飞红星，会当幸福半天下。地请嘛，积极着北京现在上在。会当那个舒服来保庇，来保庇的国家，会当那个风调雨顺，各代平安，保庇领导啊，众生心大天，大家拢总会当那个求财得财，求你哩会当财哩双手大赚钱，马上财政部接到众生事大天，大家拢总会当行得当好，行西得宝，就呢，咱现场好朋友哩啊，拢总会当一世人一千，拢总无烦又无忙啦吼。来，今日演讲嘛非常感谢着咱的请指导师长，来特别赞助演讲的平安戏，要来庆谢新闻甲谢新奇。来，伫只再次甲咱请主当司长的大名来甲大来甲奉上一届吼。来，伫只非常感谢着咱敖当司长敖文雄大哥，来以及咱的蔡当司长蔡水林大哥，以及咱吴当司长吴信贤大哥，以及咱江当司长江正威大哥，以及咱的汪丽汪小姐啦吼，以及咱陈当司长陈一东大哥，以及咱的吴当司长王成汉大哥啦吼，以及咱陈当司长陈德松大哥，以及咱吴当司长吴春景大哥，以及咱洪当司长洪景祥。大哥，以及咱张德师长、张瑞雄大哥，以及咱洪德师长、洪德勇大哥，以及咱江德师长吼、江树宝大哥，以及咱吴德师长、吴万芬大哥啦吼，以及咱邱德师长、邱西峰大哥，以及咱蔡德师长、蔡明德大哥，那以及咱黄德师长、黄秋兰大哥，以及咱李德师长、李坤明大哥。那以及咱陈德师长陈怀花大哥，然后咱的小姐吼，以及咱张德师长张丁强大哥啦吼，以及咱孙德师长孙世宝大哥，以及咱邱德师长邱英邦大哥，以及洪德师长洪水龙大哥，以及咱周德师长周建旺大哥，以及咱江德师长江明聪大哥，那以及咱蔡德师长蔡新伟大哥啦吼，以及咱江德师长江俊清大哥，以及咱江德师长江德勤，以及咱江德师长江秀万江张那那个小。小姐啦吼，伊跟咱的庄梦莹吼来，伊跟咱的江德师长江春才大哥，伊跟咱江德师长江胜平、江世平大哥，伊跟咱的听德师长听聪林大哥，伊跟黄德师长黄志龙大哥，伊跟江德师长江一八大哥啦吼，来伊跟咱王德师长王志勇大哥，伊跟咱江德师长江兵洪大哥，伊跟咱廖清兵大哥，伊跟咱的纪安那纪龙师长纪文德大哥。伊个咱江德市长江一聪大哥，伊个黄德市长黄志明大哥，伊个林正豪大哥啦吼，伊个咱个江武勇大哥，伊个黄国庆大哥，那伊个咱个詹德市长吼，咱个詹志华大哥，伊个陈德市长陈胜清大哥，那伊个咱个洪德市长洪友福大哥，伊个黄德市长黄朝兴大哥，伊个咱江德市长江吉特詹格特大哥啦吼。伊个咱嘞江德市长吼，咱嘞江正中大哥，伊个咱嘞江德市长江清宏大哥，来伊个咱廖德市长廖金毛大哥吼，伊个咱蔡德市长蔡松定大哥，来伊个咱嘞张德市长张在德大哥，伊个咱曾德市长咱嘞曾基芒大哥，伊个咱廖德顺长廖顺宏大哥，伊个咱陈德市长陈怀林大哥。来，感谢英雄的生日，谢谢孙董事长带动咱全家好，一家大小。来，特别安排演讲的专场，平安戏，要来庆生新婚，甲谢新奇。来，今日演讲互你开偌济，嘛祝你赚话千千万百倍，用未完，开未济，会当好子孙来一代团过几代的吼。嘛祝咱谢孙董事长会当那个春天的时，夏天的日，秋天的雨，祝你冬天过了平安又顺心。来，今日演讲嘛代表咱家是影视传播，伊演讲咱专咱专体演讲人员，嘛向咱在座每一个咱的好朋友。我来大家请安问好，而且祝你大家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日日招财又进步。会当大家一日春，两日春，代代拢总会当出着好子孙。嘛，祝咱在座每一好朋友，以后拢总会当霸主传承孙，年年拢总有子孙。然后来感谢，谢谢。好啦，人你讲有好的前辈，嘛爱有好后辈哦。首先介绍 AI 干的上辛苦，我的幕后 DJ 老师啦吼。那因为咱家其实的生意一百空一人做，电脑则是大乐队。